样子，我也是没有收到其他资料。他就说一个星期后会给你们，然后就给你们，那我就等他先啦。我发表这一件，早上他说三个分部长连，差不多有一千人呐、啊。我这边要澄清的就是，他那边只有两个分部，一个就是加兰州后。加兰州的人数是182个大学，182个 ，OK。然后加兰尼们的尊呢是211个，这个是党员。那么真正合格党员呢，每一个分部只有50个 ，OK。真正合格就50，合格的50根就是50。那么。两个分部呢，一个就是郑雅大，一个就是他的太太主席。OK， 他所发表的，我们民政党就是他用 BI 反对这次的补选。其实中央呢决定。在他们国政跟这个西门还没有决定候选人的时候，我们民政党就决定要出来参与这个补选。而且当初呢，我们也不知道国政的候选人是谁那么一些坊间呢就在说我们为什么这次要出来考级啊，就是说出来考试婚这样啊。OK， 我以我的看法来讲，我的看法可能就是说，我们民政这次出来参与这个补选，是帮到哪个我们省？因为单用 BI 有88个梧桐的支部，他们都一致的要梧桐出来竞选这个。单用 BI 的国会议席，也就是这一次最迟宣布候选的呢，就是国政。那么可能国政看了这个情形，民政党也出来竞选，他可能最后的决定是派出我们南投黄日升，这个不是我们在搞基，应该是我们在帮他。如果民政没有上阵的话，可能黄日升也没有机会上阵。对呀、啊，这个是没有错啊。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是。